你出生在地图右上方，懂吗？还是要多练，多看主播对线的细节的。但是没事，马上就没细节了，一会儿快没脑子了，再播一会儿就变菜了。来做功课吧。你们看一下对线，这把的话就是中单炉子，然后那我们就是要小心对面的弹弹弹。除了弹弹弹以外，我们就是要用 Q 技能穿冰的同时去消耗。哎，这娜美我只能说经典。这娜美我只能说人才。只能说太牛了，本来他活了，他直接闪就活了。别打了，别打了，要死了。追不了，追不了，对面有人要来了。我先闭了。中路哦，就是当时我不可能，我没有推荐过，是你觉得主播女警玩的太屌了是吧，然后自己花钱买了个未来战士，然后觉得可以和主播一样屌是吧。不是老弟啊，想屁儿呢。我勒个骚缸、啊、武器武器，你来越来越来越，把他越了，把他越了，这个塔就有了，算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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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敲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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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站住，不是给他大刀干嘛，你不给他大，我们这波我们还能杀一个，他包死，他包死包死，这武器包死，他包不配吗，他包是不配的，我靠，这武器太人坤了。你再吃一波线，你再吃一波线，反正他一个人。兄弟吃线，你接着吃线，还能再吃一波，他没人管你的，他就一个人，那人没用的。还有线，兄弟，他不管的，马上我马上回来，下一波线我就回来了，你就去中路吧。
这种低端局打的没意思，九十多星拉分打的，不拉分太难打的，不低端的知道吧，没有特别低端的。峡谷先锋和亚龙登场，但也不高端。你去看一下他打龙吧，一层就一层一起碰了，我怕他被那个谁军训的。我在路上。完了，扫一下，扫一下，可惜的。我不拉分，我凭什么不拉分？我非要给自己加难度。不可能的，boss 要拉分的。我说实话，你直接往后走你就活了，你非要去吃那个果子，你不死谁死？哎，真是个人才。不拉分玩别的可以赢，玩女警不配赢这英雄。我就这么跟你们解释啊，我这尊号国一那个号，我国一那个号女警这尊局玩了一周掏了一把，那包不敢玩，不能玩，你知道，玩别的就能赢，玩他包赢不了，因为这英雄就这样。这英雄太乏力了，队友坑你没办法带队友赢的，你知道吧？军事局发不了毅力的，一周玩了一把，打了将近四五十盘吧，玩了一把女警，玩了一把赢了，不对，玩两把，五十多把玩两把，赢了，两把都赢。但是如果说你让我把把掏，那也赢不了。这武器吃了我的加速，然后在那恶心人，我受不了了。哼，这杰斯都看笑了。Double kill.
元素亚龙登场，集合进攻亚龙。Allies slain. You are unstoppable. 我在路上。我操！妈打人机是吧？打无限乱斗，打人机乱斗，人对面人机疯狂一个疯狂的送是吧？对面人机挨个送。我在路上，发起攻击。过来，直接打龙，直接打龙，直接打龙，不用找人了，直接打龙，直接打龙。信我，直接打龙，直接打，直接打，直接打。过来呀，哥，过来呀。两枪秒掉，两枪直接做掉。为了他交了个闪。换个鞋子，换个鞋子，做个腰带。来拿增益。我在路上。元素亚龙登场。尽力了，轻松可嘉。
狠吗？你们觉得我下毒狠吗？我觉得我还好啊，我觉得还好啊，我觉得我挺轻的。我觉得我挺轻的呀。觉得主播玩的还不错的，可以点个关注啊，可以点个关注啊，然后接着继续了，继续再搞一把，95星，梦里都是八五十嘛，这把有50吗？56。